这边，这都是属于宝特瓶的哦。不要想你失去什么，请看看你拥有什么。汗水滴落，风雨中开出花朵，小小关怀人海里，会记感动。之前就讲过啊，姊个甲姊吼，关谷个工厂遐大间，较无闲，所以吼无闲通啊煮食，就拢外口买便的啊。啊，这回吼，若搁买碗仔汤袂记哩，搁甲你掺盐水，莫生气啦。啊，我是当时甲你讲，因碗仔汤甲掺盐水，我咧生气个。啊？无咧？啊，莫搁讲啊啦，讲完我咧，我要气死你啊你啊！反正我即届吼，心肝热等烂啊啦。我歪等伊啊！我决定要带你吃啦。啊？啊啦！你不欢迎我来带吃？无啦，母啊，你吼肯来甲我带吼，我欢喜都袂有啊！安尼有救啊，我待你友好啊！我是惊姊啊，甲姊母吼，若无看到你，会着急啦。莫搁讲因两个啊！讲到因，我就生气啊！我过来，我起来爱困啊！无母啊！我房间内摒摒，通让你休困啊吼。好，摒摒起来。哦，好，好。哦，哎呀，有影有忝了着。阿母要住伫你遮？嘿呀。安尼嘛是好啦。姊啊，即个是搁什么代志？母原来气甲呢啊！这哦，讲起来就话头长啦。你也毋是毋知影阿母迄种个性，卡袂着哦，就为着迄偏西大个代志伫发性地，就安尼走去庙个哦，点啊问神明，点啊甲斗啊，啊着求神明、求福啊、啊抽签、求福啊，当啊打，甲规个工厂吼，塔门啦、壁顶搭啊，规个拢是。啊，这个代志。进前毋是甲姊夫参详过啊，啊，都是大人顺意就好啊。讲重点啦，平常时啊吼，若去庙的寄付300、500、2000、3000，阮都袂计较。啊，毋过吼，即届无同款啦，毋知去倒位听什么法师的话，讲什么哦，咱厝内底哦有冤亲债主啦，就爱做法会来做解，啊无吼家庭就袂平安啦，啊常常有口角。法会。啊是什么法会？我哪会知影什么法会？讲哦，一届哦，就爱安尼啦。30000啦。30000是300000啦。哈？啊，哪会安尼啊？对啊，我含恁姐夫哦，听一下喊啊倒向尔。我当然嘛唔肯。阿母哦，就安尼顶规啦，骂阮不好，三姓弟就离家出走。哦，哪会变安尼？阿弟啊，啊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我含恁姐夫哦，两个拢伫工厂无闲，甲无闲饲叉。啊，即马哦，搁加一个阿母，三个哦是来拦者，害我哦头壳甲要疼死。我甲你警告哦，你是毋通遐查天花刀哦。我，遐啥物查天啥物刀？阮吼阿母吼，母甲强要哭啊，一个头两粒大。你哦，是毋通搁？有一个瓷器来倒，无啦，姊啊，你误会啦，迄资质吼无同款啦。你免讲，我知影你要讲啥，你一定讲哦，阮瓷器吼甲别人拢无同款，当然的哦，卖茶吼拢会讲茶香啦，
卖花哦，拢讲花红，这哦我听足济啊啦。算我甲你拜托，你莫吼阿母哦加一个空啊棒，通变空变顺。好啦，好啦，阿母哦，就暂时住伫咧你遮，啊你啊好好照顾，然后什么代志再甲我讲。我爱紧去转啊工厂诶，啊无你姐夫哦，你工厂找无我哦，就会夺命连环考啊。好啦，姐啊，无无用做你啦。好啦，啊有代志我会讲诶，代志你记条条哦。好啦，爱记得哦。好啦。甲阮查某囝甲囝婿讨无钱啦，啊，阮老师哦，本来就无足好起来啊，所以哦，无法度啦。哎呦，阿妈，先呢，顶回就甲你讲来足清楚的，你若是无赶紧去行一个法会者，对恁家的人是真不利哦。哎呦，我知影啦，啊，我都唔知即卖少年人到底是咧想啥个啊。哎呦，先呢啊，拜托的啦。你甲我斗想一个办法的啦，拜托你啦，哦，我恳求你啦。好啦，阿妈，生的哦，就抱着救人救世的慈悲心，指点你一条明路。哦，多谢先的，多谢你啊，多谢哦。是讲你辛苦偌济钱啊？啊，辛苦啊。我借5000块啦！买咧 A 啦，这包金砖吼，你摕上，明仔中昼12点准时提烧。迄包金砖，这贵哦。什么咧贵？这是先生用数十年的修行，用7749天加持念修过，交予天在消灾甲下提龙金呢。你若是嫌贵，就表示你甲生意无缘的哦。安尼，我就要收回来哦。哦，别，我要爱。哎，先生，多谢你啊。吼，有影是算命嘴好累累就对啊啦。开遐侪钱去买人迄块什么消灾气的。气象解运、积少化痰的金纸，未输是兴气散的名嘞，连我都未晓念啦。到底咱汉钱嘛，赶这块遐大地转去了后，敢真正会像迄对当机甲倒头所讲的，这么气象解运呢？咱继续甲看落去。来啉茶啊！哈！哎呦，哦，甜，啊！热哈！热啊！安尼啊，那天气热到安尼啊，那大概搁有一点仔风湿哦，无真系热死我命。哎，爸，你喊钱买吼？来，这路突然要起烧，透中个倒去倒安热，要当处理呐。冻到了落落雪，啊物件掉沙。爸，无咱就来啉一杯茶了哈。你嘛咧三八，你较车死无人到是去倒咧哦哈。袂啦，你无听人咧讲哦，好笑是着得人听，咱等者过去吼，安笑眯眯啊，伊袂甲咱骂啦。我无爱去。我慢啦，卖咧食饱饭以后咧，你话久咧嫌神咧。那会晓紧啦，遮热就叫来啉茶。啊，免啦。啊，阿官啊！嘿，来哈！今仔什么表情啊？袂是中风嘞？谁敢叫狗家的？韩姐嘛，阮爸吼是要请你啉一杯茶啦。对啦，免啦！哎，我这样，
啊，金莫甲因大包，你要拜拜吗？免你管啦，管甲遐济。啊！哎，韩姐妹，哎，韩姐妹，你先坐。哦，哈，你先坐。我那哩头晕目眩，骨卡拢抽呢。哈，哦，真艰苦。哎，韩姐妹，紧个坐等，坐等。哎，坐等。母啊，哎呀，乌糖水先啉一下，切一下啦。啊，有较好无？有啦，有较好淡薄。好啊，你免抓，对啦，免抓鸡婆。啊，你嘛同款啦，免阁下啦。是讲叫狗咬掉。较好无？我有代志要甲你讲啦。啥物代志啊？我是要甲阮老师讲啦。是咧印纱嘿，哦，啊，阮两要安怎？恁两个出奇啊！你去遮看庙公咧？啥物？你去遮不？你出奇啊！我会咧，我你是要创啥啦？我地主咧，代志啦！你真正是哦！我妈咧啦！搁咧看啥？看啥？出奇做？你是咧？母啊，莫安尼啦！咱立方保障，大家拢熟悉吼，啊有话直接讲就好啊，哪有啥物代志遐神秘啦？啊，你无看遐好好闲了啦，啊，今日要听啥？啊，是安怎啦？听，你有感觉吼，足古怪。古怪？嗯。啥物代志足古怪？你母啊吼，啊自少年到老吼，逐工拢伫咧日头脚伫咧做事，我若毋捌着煞过啊，啊啥来即间来无代无志着煞？母啊，你讲这哦，你即马有年纪啊呢，哪会当少年的时阵比啦？而且哦，新闻哪有咧报，即马吼地球暖化，迄日头加真冻呢，咱大家爱较注意咧啊，吼。哦，这代志哦，唔是亲像你这个戆人想的这么简单啦。无咧。你还阁会记得无？两礼拜前，我是为了什么代志，甲隔壁阿狗即马相恋？礼拜前，嗯，吼，啊，都咧烧金纸啊，啊，花妃用起来去共用着人的衫，啊，恁着烧痒啊。对，啊，我今仔日是手提什么物件才着煞？金纸啊。对啊，已经这么明显了，你搁想无？迄有啥物关联啊？哎呦，你真正有够杂头的呢，你啊哈！哦，这一定是迄个吼阿狗精嘛，咧扣分呐。可能是甲下夫啊，要来害我的啦！做到这么明，你搁看无？有啊，你想伤多呀啦！哪有啥物夫啊遐厉害啦？莫想遐多啦！不是我咧想伤多啦，恁母也是老江湖啊呢！我啥物看无啊哈？伊当作我啥的？伊想要骗我，无啊简单啦！恁母啊嘛发报。啊，这个是啥？啊，这就去阿基西亚甲机会，迄个香夫啊，弟啊，去捧一杯水来，我拉拉的甲啉啉落。什么妖魔鬼怪哦，我拢无咧惊啦。母啊，这个物件袂食你啦。咱人若艰苦，就去看医生，对症落药，唔才对。咱好好人食这个物件哦，无病嘛有病。啊，你是八啥啦？好啊，这个物件我食足久啊啦，你这个烦恼啥的啦？你莫喝啉。我家己泡啦，啊，不老子嘞，啊，叫泡一个香夫尔，啊，转代志了了。母啊，真是。哪呢？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弟啊，阿弟呢？阿弟哦。母啊，阿姐嘛。哎呦，我不妥当啊。不妥当。安尼哦，我载你来病院啊！紧的啦，好啦，行行，我冻袂住啊！好啦，行，咱来病院。哎呦！阿杜，食歹巴肚啦。啊？哦。食歹巴肚。嘿啊！啊，医生嘛有讲啊，你无代无钱，香芋发大个，透水甲啉落，身体就算好好吼，嘛爱破病。哦，迄是有影。即马无代志啊啦。啊！笑破人裤底啊！无代无钱，平到乌个老花。阿弟，
母啊，母啊，阿姊啊，来看你啦。母啊，真济啦。哎呀，大石头啊！啊，我倒几工啊，我明个爬起来安尼行行哟。你哦，归去哦，去村长遐去放送啦。讲哦，恁老母哦，啊，食啊油哦，啊，食到腹肚疼，啊，送病院啦。啊，你规整个人拢知影啦。阿姊妈，莫生气啦。啊，其实哦，人若破病，应应嘛会啊。对咯，我来遮关心你咯，我拢无讲你的歹话呢。阿妈呢？嘿哦，啊，拄只唔知啥物人哦，讲啥物诶，我无代无志，我甲平安老岁，啊，佫讲我咸要笑出来。啊，毋是你吗？阿姊妈，无啦。伊来尾是要来关心看你即摆身体是安怎，啊，二来是要甲你讲吼，人即摆咧做节能减碳，你敢知？我知啊，电视拢嘛有伫咧播啊。哦。啊，但系甲我也无关系啊啦，啊，我也袂晓开车，也袂晓骑机车啊。母啊，哪会无关系？你敢知咱台湾人哦，逐年敢若烧金纸，一年都爱烧掉28万吨的金纸呢？安尼会产生偌济二氧化碳，你敢知？啊，28万吨是偌济啊？阿姊嘛，你想看卖啊？咱咧一年吼买这金纸来烧吼，爱买偌济钱？你敢知？哦，这哦，这无偌济啦。280亿尔啦。280亿哦？对哦。哎呦，好认真哦。这是千金万确，你想看卖啊？咱要做这金纸的过程哦，都爱去搓茶搓滴啊，有当写会破的山坡地，啊，而且要烧的时阵哦，伊会产生一种毒气。啊，你想哦，拢在写咱咧烧香啦，啊，是咧烧金纸的时阵，是不是大家拢会安尼鼻啊黄咧，啊，无咧写我酷酷少，敢无吗？有影哦，敢那有影哦。嗯，是啊，韩姐阿妈，你想看卖哦，这金纸香菇啊，若是遐尔有效，你是安怎会歹巴肚？阮吼是真心关心你，唔才会甲你讲遮的。哎呦，阿官呐，讲遮咧讲是我爱讲啦。啊，人阿凤已经讲真济啊，哪会听哦？早就听落去啊啦，咱要讲讲，伊敢听会落去？我听入去啦。是咧提啥？阿凤啊，喂，阿哪呢？阿凤，这金纸要安怎哈？哇，嘿，这大只，好啦，安尼工厂拢有舒适吼，吼，啊大细汉拢平安吼，好好，嘿啦，母啊，有啦，母啊伫遮吼，嘛过得真好啊。嘿嘿，好啦，啊无子啊，林金吼，我再过找你，甲子友讲一下吼，安尼好怎呢？平安哦，好，阿弥陀，好。母啊，你看，咱即摆也无办啥物法会，啊也无烧啥物金纸，大家嘛是拢过了真舒适、真平安啊，对不？母啊，啊你吼拄啊卡啉白滚水。我来找他进来，你啉吼，你等我嘿。这个囡仔是咧幻想，啊，一尴尬，那不是咧天敌了，天棍水有啊你，你改改名啦，改叫阿弟也是叫阿水啊啦。哎呦，阿姊嘛，你咧叫伊好干咧，你还搁咧嫌，啊，敢无影许啦，一尴尬个。这不是我的金纸吗？嗯。啊！你奈下面嘞抱啊纸啊，甲要买伫个迄个报纸啊，拢放做位。无啦，韩姊妈，遐个物件吼，毋是要扔掉，是要许购物箱回收再利用啊。要去用回收？吼、哦！我的金纸下面的抱啊纸，啊下面报纸要去用回收再利用，你敢不知我遐金纸是开几啊千卖了？哇，几啊千哦，真敢开哦。啊，无阮里面嘛是咧开餐厅啊，啊人咧做生意人。唔是拢初二、十六拢咧拜，啊吼，阮阿弟也去拜啊。韩姊妈，我甲你讲啦，人阮拢是吼用手拜，啊，阮是无烧香、无烧金纸，啊，无放炮啊啦。安尼敢好？那唔好，啊，若讲咱若用炮啊，阮就用手安尼拍。
啊对无？啊，像讲咱啊，这金纸的钱啦，吼，啊，泡仔的钱，啊，恁就将遐钱俭俭的来给主席，啊，主席就去帮忙一挂艰苦人，安尼偌好呢？啊，一挂做生意人，人伊嘛同款无烧金，无拜拜，人嘛是生意做到变变叫嘞。对啊。是啊，韩金妈，这阿凤师姐讲了就有道理的哦。咱拜拜好上吊也是心心，对，绝对吼，莫开遐钱买有诶无诶啊，性命嘛无希望咱安尼啊。是啊，你安尼先讲，嘛是有道理呢。对啦，这啊，安尼讲就对啊啦，有道理啦。反正恁也无代志啊，啊，就来环保站大家做伙啊，啊，做伙回收啊，啊，做伙开讲啊，做伙娱乐啊，心情才欢喜吼。是啊，阿姐嘛，你看。爸爸好，拢来遮陪我做回收呢。对呀、啊，而且阮两个人的感情，今麦变了偌好诶。天哩啊，培养了偌好，你不知影、哦、啊？即款真好，拢有歌了歌啦，感情偌好，你不知影、啊？我干嘛甲你讲过咧？即间间拢甲这粪扫堆做伙。韩吉嘛？哦哦哦！我避免那个鉴定啊！啊！我受不了你哦！哎、欸，你、欸、哦、欸、啊啊！文武啊咧！我即摆甲你讲款啦，大家看粪扫做伙啦，哦，安尼就快出去啊！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翠啊，啊，那苦笑的笑话多，笑啥啦？有啦，我是咧笑讲，我母啊真正讲要给我改名哦。哦，千金万客，一颗银换两颗客，有啊。你们师兄，啊，其实吼，你若是改名叫做阿水，也是阿茶，哎，嘛袂歹听嘞。凤师姐，对，对啊，哎，我感觉讲吼，叫阿水啊，阿水啊，阿水啊，会安尼较顺嘴呢。吼吼，较拜托嘞，啊，无注意说竟然叫调嘞，嗯，啊调嘛袂歹啊。哎，你有注意无？你韩姐哦，从来咧环保站了。故乡计真济呢，也会讲话会笑啊。哦，嘿，有影，啊，人家规个做做活泼的呢。嘿，安尼安尼，阿水啊，你若较常叫你老母吼来遮行行呢，有听无？阿水啊。好啊好啊。嗯，我当时叫阿水啊。我真正去有人叫调的呢。礼拜礼拜啦。等来等来，快坐快坐。哎哎，阿弥陀，你好，哎哎，是是是。哦，你长辈啊，你好你好，啊是是，啊什么进来？啊，什么啊？啊，安尼哦，我母啊，你阿大伯才能跟伊冤家哦。啊啊，安尼好啦好。大家拄仔咧为着番薯妈的转变感到欢喜的时阵，咱阿水啊啊，唔是是林妹，却雄雄接到番薯妈甲人冤家的电话。到底这位欢爸爸的老大人是为着什么代志跟人起冲突呢？咱是相逢环保站的蒋志刚，敢有法度来改变伊呢？明仔同一个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欢喜相逢》。手牵手，有你伴我伫这，风吹雨刮，有珠泪，有感谢。希望后一代有好。